台南甘蔗地区因为是盐分地，所生产的甘蔗饼有特殊的风味。当年十月到过冬年的三月是甘蔗饼的产季，甘蔗农会除了实体农民销售之外，也办理各种的活动来推广，并且研发一些甘蔗饼的加工品。农会这边呢，也是自己有设立一个小型的集货场。那这个小型集货场它的功能呢，就是我们会跟农友来收购我们的炎帝番茄。那到我们的农会的小型集货场之后呢，由我们的同仁会做一个去蒂的动作。那把这些去蒂之后的小番茄呢，我们会上架到一些固定的通路，包括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集结厂哦，他会直接跟我们购买原料。那这些原料他们会到这个便利超商去做成我们看到常常看到的小小的这个水果盒。目前农会除了甘蔗饼的果干之外，今年又结合到通过认证的厂商，共同研发两项的新产品，日前正式发表上市贩卖。那这个牛肉面的部分呢，当然一定要采用我们盐水当地最好吃的甘蔗饼。好，那这个就是刚我们提到我们的小型集货场呢，提供我们的原料，这是我们农会的坚持啊。我们既然要做产品，就是里面的原物料一定要采用我们盐水当地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原物料呢，从盐水处理好之后呢，配送到我们可以合作的这个 ISO 跟 HACCP 的厂哦，去做相关的加工。那另外一个呢，提到就是我们的番茄梅子酿。对，那这个饮品的部分当然一样，我们一样采用我们当地的小番茄去制作。那它这个番茄梅子酿的饮品呢，它里面是 10% 的这个原汁，就是里面有 10% 的我们的番茄的原汁下去做成的。甘蔗农会表示，甘蔗饼的产季固定，因此这些产品都是限量的，若是卖了啊，就可能要等明年。欢迎消费者多多采购品尝，感受甘蔗甘蔗饼不同款的好滋味。南天新闻网的甘水采访报道。